4.1 原神零氪14天满星深渊之后，又多花了4天的时间104抽，成功的拿下莱欧斯利一命。看来番外篇今天也要结束了。各位好呀，我是阿伟，今天是挑战的第18天，这个是莱欧斯利的一个面板，40的暴击率， 211.2 的爆伤，猎人四件套。今天也是非常幸运的刷出了一个猎人的爆伤头，虽然是平平无奇，奈何他是猎人的爆伤头。武器拿的是活动给的法器，原本想着用封丹的锻造武器纯水流滑，但是一直搞不到胚子，所以直接拉满了活动的武器，天赋是766。我的深渊配对是莱欧斯利加巴尼特加迪西亚加风主，这个配对的造价和培养成本都很低，非常适合速通，只要练好主 C 即可。巴尼特宗师套，迪西亚教官套，风主空套。详细的角色面板你们可以通过这个 UID 查询，方法很简单，点开你的好友界面，点击添加好友一栏，输入数字，然后点开头像，里面就可以看到角色的展示了。下面就是12层的满星深渊展示。
莱欧斯利弱的，信不信我一拳就打死这个水胖子。